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约瑟夫。好，这次玩约瑟夫喽。那为什么玩约瑟夫呢？因为呢，抽到了一个皮肤，现在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可以依稀看到这个花纹吧。裙摆下面有个花纹，是不太一样，跟正常约瑟夫不太一样吧？我们的老约呢，变得有一点，怎么讲？这算民族风吗？还是奇幻风？总之呢，现在看不出来，等等就看得出来了。好，先拍个照。好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先等一下，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破译。哎，没有哎。好，我们这次的阵容呢，刚好就是四个调香师，非常难缠的对付的角色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也答应各位了，不带狗狗了。这次是闪现，对，我们的特质呢带着闪现，所以呢，看看闪现能不能够顺利的抓到人。好，来吧，先拍照。哦，拍照之后，哎，卡住，被相机卡住。好，进去，有没有看到粉红色的头发？然后呢，这个服装非常的民主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那种气质，哎，就是那种。高雅，可是本来就很高雅，反正就是各位知道的吗 ？You know， 不知道是不是？那也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子了。好，看到了调香师这边，先让他震着。好，然后把他抓。等一下，这边附近有耳鸣是不是？在哪里？躲起来了吗？肯定是在附近而已。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先把他抓起来放好了。好，那先带他溜一下，逛一下大街，先不要急着放椅子，因为放椅子之后呢，很容易就被救走了。啊，那对了，这个皮肤呢叫做谎言。那谎言是什么呢？比方说约瑟夫的身高很高，比方说我长得比约瑟夫帅，比方说我玩得很厉害，诸如此类的。我的眼眶又湿了，最近泪腺有点松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调香师已经倒地了。对，刚刚放椅子上之后，这是谁啊？有足迹，穿过去。刚好像一瞬间消失的感觉，是我错觉吗？好，回旋斩，闪现回旋斩竟然没斩到，好，还是补斩到了，但是它回溯掉了。闪现不行啊，闪现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失误，而且距离这么近竟然没砍到，这判定会不会有点问题啊？好吧，来，这样很近还砍不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的约瑟夫呢，身手矫捷，跳窗跳板都很快，好像不能跳板是不是？好，跳窗很快。来，再让你回溯一下，然后绕回去，然后再追第三次。所以第三次你的香水呢，只剩最后一次，谨慎点用哦，不然等一下不够用哦。自信哪来的？好，先拍照。约瑟夫追人有点蠢，所以呢，还是让我们的上妆世界哦，又变美丽了。这个造型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个造型。虽然一开始感觉乍看之下他的头发呢，觉得好像有一点，怪怪的。但是呢，看久之后觉得说他有一种怎么讲，人格特质是现实世界中的约瑟夫没有的。好吧，约瑟夫长得其实也不是很现实，反正就这样子啦。 OK， 我们现在看到了足迹在这里，调香师，另外一个调香师啊，一堆调香师真的很麻烦，真的可以很拖到很多时间。不过好歹约瑟夫也是可以拖时间啊，靠相中世界的回缩。好，想用这一招翻过去之后会回缩吗？人呢？哦，在那边没回溯。好，没回溯就继续追咯。那约瑟夫这样慢慢追人，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啦。但是闪现可以补足这个缺点，然后但是闪现的 CD 时间有点太久了，所以要补足这个缺点也不是很容易呢。好，我们相识结束了，然后呢还是找不到人，然后看到足迹在那里。好，跟过去。啦啦啦，人在哪？在这边，翻窗进去了。讨厌，非常讨厌的节奏，我觉得这一局不太妙。好，这局真的不太妙，耗了太久时间了，而且一个人都没有抓到，又治愈回去了。哦，无力，人生感到无力。我已经进入了老约倦怠期了，这样子，然后一直翻板，然后一直浪费我的时间。哦，那边有一个调香师，一对调香师啊。香不完啊，太香了，各位。好，打到了一下，又燃起了一点希望。但是呢，希望能够追上。哦，他可能又要翻进去里面了。可是我的闪现准备好了，来吧，闪现了一下，嘿，斩！总算抓到了一个了。
哦，抓到了一个人的情况下，然后已经破译掉三条了，真的是有点危险。我觉得这一局真的非常的给他危险，至少用他来钓鱼了。好，你的伙伴被抓咯，小心哦。现在拍个照。好，拍个照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双重束缚他。对，就算被救了呢，向东世界也还是会束缚他。等到向东世界结束之后呢，还是会晕倒的。好的，来看一下，人在哪里？挖一下方向，哇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方向是不是面对这个方向就是？不过没看到人。哦，这边又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再给你来一刀。Yes， 正者，实力抓的刚刚好，还不错。啊，算是一次捞了两个了，也许可以。哦，又来了一个，不如咱们别打了，一起坐下来打麻将吧，刚好四个人。啊，没有，没抓到实力，他回缩了。好，再来一刀。可恶，打到椅子，再来一刀。好，还好没有溜走，再来一刀。一次三个晕了，还不错哦。好，先抓这个嘛，这原来那个吗？不知道，皮肤也太像，他皮肤一模一样。好，看来不是哦。哎，可惜抓错人了，抓错人。然后最后人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想干嘛？来，哦，打到了，不过。可恶，可惜，可惜，又被救到，又被救到了，又被救到了！啊，天哪！好，现在两个晕，还有两个晕。哦，这边又来一个，哦，很烦呢，真的很讨厌。啊，四个调香师真的让人觉得感到很绝望。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又想来救，又想来救。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给他拉一下。好，打到了，不过又被救走了。再来一下。好，倒了，然后那边又自救了，天哪，这个情况太混乱了。好，这个调香师有被抓过一次了，所以呢一半，然后其他人都损血了，不敢来救了吧，全部都损血了，好歹先让一个飞嘛。好，不过现在情况非常危机，因为破译机只剩一台没破译，有耳鸣，会来救吗？不至于吧。应该不会来救了啦，因为毕竟都顺血啊，一个治疗好了，好，先拍照确保一下。拍照，哦，来了，在这里。哦，果然还是想过来救。好，飞走了。好，现在锁定另外一个，来锁定他。不要跑啊，损血状态，损血状态，跑也没。可惜，可惜，进入向东世界了。好，我刚刚闪现了一下，但是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我这边有一个。这边又一个，我也被破译完了吧？差一点，好，没事。好，追这个，这是原来那个吗？我追的这个是原来那个吗？我现在追到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了。好，应该是原来那个吧 ？OK， 还有我封窗，来，来，来，没打到。好，这里你完蛋喽，你完蛋喽，你完蛋喽，抓到了！啊，电闸开了，电闸又开啦！完蛋了，这局可能会输啊！这一局耗太久时间了，调香师太烦了。好，打到了，至少抓两个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可以这种心态？怎么可以有那种抓两个的心态？哦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不是，是两个都在这里，想开大门啊？好，我就把它放在中间。来啊，来开大门啊！有本事就来开啊，没本事的话就走啊。好，也不能溜太远，因为。怕另外一个人又会回来，对，回去救。好，回溯，没看到。不行，我们要冷静沉着的应对，就算是假的，也要装得很像。哎呦，被压到白。好，这个应该没问题，这个我应该追得到。另外一个不要回来开大门就好了。好，这边保持好距离，应该可以打得到。OK， 好，这边有一个讨厌，一个讨厌，想救，又想救，又想救，救到了，救到了，可恶！你们这些人，你们这些人。太讨厌啦！又让一个跑掉了，不要跑，我们抓你，再跑，你再跑，我再给你来刀，好，三个都倒地，第二轮倒地了，第二轮三个倒地，不错，这次已经掌握好局势了。有些人还没自救吧？应该还是有自救的机会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这个先抓起来，是哪一个？用猜的。这个会自救吗？
最后一个倒地会自救吗？看一下，爬去哪了？人呢？人爬去哪了？哦，在这里。好，在这里。但是我现在距离拉散这样子有点危险啊！自救了，可恶，被自救掉了。想要干嘛？想要来救，想要来救，想要来救啊！被救走啦！我只好放其他人。好，这边又一个调香师在这里，还好两个飞了。现在局势对我有点利哦，橄榄球跑掉。现在局势对我是有利的，再抓到一个至少就不会输了。好，来，可能可以来个逆转也不一定。翻啊翻，好翻的好 ，Hello， 嗨，好，接着呢抓最后一个，三个不是最后一个，第三个，然后呢引诱其他人过来。但是我觉得，哎呦，这边是死路是不是？我觉得其他人不会过来了啦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跑掉。因为毕竟没胜算，而且自己损血了，所以过来救呢对他而言风险太大了，所以我猜他应该会往大门走了。对，哎，不是这个大门，又是往另外一个大门走了吧？还是往地窖走？不过人还没飞，所以最有可能就是往另一个大门啦。好，看一下，还是回来救，不至于吧？90%几的几率会在大门等我了，因为大门应该开了，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开这个大门了。哎，果然开了，好吧，目送你离开，拜拜，拜拜 ，see you， 不要再回来喽，呵呵。好，四个调香师很烦人，真的。哎，不过还好呢，也最后是赢的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玩约瑟夫的影片喽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做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那 AG 呢，也不要追踪我。我之后会再玩《天王者》的闪现系列，敬请期待。我收啦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。愚蠢的女人啊，男人美丽的皮相是毒药，会爱上外表的女人，犹如上瘾后无法自拔的瘾君子，毁了你的青春，也毁了你的岁月。你长得挺像解药的。